如果怕今天下雨衣服会湿掉的话哦，我们有卖 T 恤。我怕你感冒了，人家说吹冷气还说可以打折吗？我们今天有卖那个蓝星17周年，十七十八年，十七周年的纪念 T 恤。对，就是他现在身上穿的这件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后面有背号。来，林叔好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最好的 model 就是这两位。可以哦。嗯，因为我算这个乐团里面身材数一数二的。好了，得分得分。哎，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呢？在吧台的前面，就在我们的吧台那边。哦，我们的吧台已经有人在挥手了，我们可以向后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他们就是国妈抖。有没有看到？哇！各种 size 都有。哇塞，好漂亮的衣服哦！哎，黄色小精灵。咦、哎？犀利。哇塞。好了吗？我要唱歌了。他们是为了少华而来。哎，好了。跳出！哎，表妹，哎，买 T 恤啊！哎，好了，不忍心看到我们前一排摇滚区的观众一直冒雨，我们赶快第一首歌曲。是，当然，这首歌曲我们乐团成团快将近18年来，唯一一首有在好乐迪跟那个钱柜可以点得到的歌，《等待与期待》，谢谢。Yeah!
到有三天。有没有都以来台北台北来哎台北来是这样吗？我的台台北有吗？台北呀塞一两三四五六万，漂亮哇，漂亮漂亮，有没有大色的？大色在哪里？屏东的，屏东的在那边，快点去买 T 恤了，有没有马祖的？有啊，肯定就是不想遇到台风。哎，是读书的不在那边吗？对对对。哎对，哎，没有啦，感谢我们给马祖的朋友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哇，真的，为了我们专程前来，哎，是为了我们吗？哎，没错啊。哎，好了，很感谢各位能够来到铁花村啊，那。没什么好回报的，只好继续唱一些歌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咦，只有妈祖的有回应了。喂喂喂。好了，带来第二首歌曲是。也是新歌。也是新歌，新歌。喂喂喂。两年以内都算新歌。我在里面有一个。我在里面有一个。哎，老魏，等一下，我请我们的鼓手，他自我介绍一下，然后顺便介绍这首歌《马西六》是什么意思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，欢迎我们的马兰刘德华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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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广角，哎，眼球控制能力极佳的。对，但这种人千万不能跟他打牌，哎，他会偷看牌，哎，会误会他。哎，好了，啊，就是你惹到很多人了。没有了，开玩笑。这首歌叫《马西六》，可以跟着我们讲一次吗？马西六。哎，谢谢这首歌《马西六》。等一下哈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们听到《马西六》，你们。觉得这个你可以唱你就唱好不好？啊，旁边左一不要理他好吗？就祝他一切幸福好不好？对吧？哦，反正你们就马西六这样就一直跟着唱了好不好？对，等一下我先吃药一下。哎，敬一下各位好不好？哇，你们没有水跟酒没有，哎，哇，好的，哎，谢谢各位，真的太开心了。
很久没有来平花村了。然后我们上次演出是一月份哦，在台北小河岸，哎，小河嘛，小河嘛还是大河岸？大河岸。哦，大河岸，对不起，哎，我的脑筋有点根号二，哎，根号二。啊，我这是我们暌违七个月以后，终于演出了，来到台东平花村。对。然后我们的女主唱现在去哪里了？哎，还是很漂亮。真的很谢谢你们。让我觉得不会觉得很孤单。我以为我们被遗忘了。那个这首歌叫《马西六》哦。讲过了。这首歌，我们的擅长就是讲过的重新再讲一次。它特别的是，我们每个团员都会唱，期不期待？好像还好哦。那歪手了。那我们不要唱。就是。好。你要讲什么？好讲哦，我本身也是有点马西六，如果没有唱的话，我看得到。哇，超级广角。好了，带来这首歌叫《马西六》，再念一次《马西六》。但是这个千万不要，我再更正一下，千万不要在阿美族部落随便看到人，哎，马西六哦，你这样，啊，你可能真的会遇到，绝对不是被打而已，那绝对是六乡以上伺候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好 ，OK 哈，再来这首《马西六》，如果你喜欢，你觉得这个可以哼，就一起哼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哦，都付钱了，带一首歌回去嘛，哎，回忆，掌声鼓励。Yeah!
马西六 ，One Two， 来，马西六，马西六，耶耶，马西六，马西六，我 ，Come on， 再大声点，马西六，耶耶，马西六，马西六，掌声给自己鼓励一下。有没有觉得自己的眼睛 越来越宽广？马西八是什么？有马西马西九，哎，马西七，好，马西二，哎，啊，你记得这首歌千万不要在阿美族播放。哎，你马西六了吗？叫哎，啊，小心，好了，我先说一下要。